是大家在这个掌声，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，我们休息15分钟，就是我们下半场的演出。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下半场的演出。我刚刚有跟我的好朋友稍微下半场，我们绝对会安全的演出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跟吴老师稍微聊一下，我说那曲子真的是小朋友弹的吗？老师跟我说，真的是小朋友他们一起构思的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就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场音乐曲子非常好。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说，它有教育功能的曲子，是你们在学习管乐演奏的过程当中，有些都是你一定要会的。比如说我们刚演奏的阿波罗，还有那一首。女婿听得到，还有一首曲子，那个都是他们在学习管乐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一些管乐吹奏的曲式。那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也吹了形式卡，待会儿要演奏什么？五月天，也是五月天的歌女吗？是五月天的粉丝举手。啊？五月天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真的，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五月天刚好发行春娇跟机，他们一路长红到现在。然后呢，五月天可是比较适合他们来演出那种流行歌曲，但是我觉得很温馨的是，下半场有很多民谣类的曲风，哇，好曲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欣赏。他们演奏起来，但是非常活力的五月天歌曲，有请吴宗瑞老师。